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千之哥，我也是研究了很久，总结一下，给大家带来十个新英雄纽卡尔斯的玩法技巧。一、旋转护盾，正常 Q 技能释放后，再次按 Q 可以重新引导护盾的位置。大多数角度引导护盾时，护盾都会平移过去。但如果你的位置在无人机与护盾中心连接线的垂直延长线附近，护盾会向引导位置转向。正在对移动护盾进行调整。二、隔墙电弧星。利用上面的特性连上电弧星，然后转动护盾打掩体后的敌人，把电弧星送到门的另一侧。利用护盾把电弧星送到罩子里。三、远距离 Q， 长按 Q 技能可以看到引导线，按住前进扔无人机比正常扔得更远。四、奶妈的空投可以直接摧毁大招的掩体。五、大招变向，大招可以在落地前转向视角，调整掩体的角度位置。六、大招摧毁放置物，利用大招的落地可以摧毁一些放置物，例如兰伯特的强化掩体和塞拉。地平线的大招，电妹的拦截塔和电网竟然是选不中的。即使跳大到旁边也不能击碎电妹的放置物。电妹 T 零级英雄。七、大招上高台，大招不能直接跳高台，但是可以通过选中友军达到一些难以置信的位置。瓦尔基里可以下班了。八、大招强制位移，大招可以在移动途中瞬间变向跳板。妈妈的 Q。九、安全拉人，被动拉人的时候不能释放护盾，但是可以移动护盾，不要忘记用自己的护盾为自己掩护。我真的脑袋上了。十、击倒护盾回复，拉人的时候如果敌人打坏你的击倒护盾，护盾会在你的背包里回复能量，充满能又是一个新的盾了。如果本期视频对你起到了很大的帮助，记得点赞、投币加收藏，或者分享给你的派友，这是对千之哥最大的帮助了。这里是楚灵什么都会的千之哥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。